感效果也很好。你用力一点抠嘛，拿指甲去划嘛，拿了，这样用力的情况下才能划掉，使劲划嘛，拿这个，材料划。划烂了才能进。我还有一个那个 A5 的那个小的，你看你还够不够大？像 A5 就这么大，就这么 A5 大小，拿不了，那个可能太小了，就放也不够了，对吧？你看嘛，它我前面放那么多，那使劲刮才能刮，就是你把上面那层涂层，材料或者刮破损掉，才能露出下面的。